商务，这有点商务。那你摆一个商务的 pose 呢？对着我们的这个成功人士吗？啊，对。自己。我那么漂亮，我干活。我的呀，我干活。她婆婆让她去干活，她说：“你让我干活，干活。我长得好看，你让我干活。”我会模仿你的声音。这是一个秘密，一次好决定。用心去回应你给的真心。All right.Round one. 男人刀削般的面庞又阴沉几分，眼神仿佛要将背叛他的女人撕裂。他嘴角狠狠抽搐，随后在一堆银行卡中。用细长的手指夹起一张黑卡，黑卡说道：“只有五十个亿，拿去充饭卡。一个学期吃不完，不许来见我。” Round two， 他的眼里露出三分薄凉，三分讥笑，这咋意？还有四分漫不经心。他沉默许久，紧紧拧着的薄唇中吐出一句话：“敢动我的女人，我会让你知道后果是什么。” Round。女主来到总裁的房间，她发现总裁防备心很重，哪怕睡着了也会睁着一只眼睛，怕有人来伤害她。只见女主靠近想触碰熟睡的总裁，总裁猛然惊醒，对她说：只有你敢对我这样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上才艺一鸡埃蒙一鸡埃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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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是败类，你说我是败类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是败类中的败类，哈哈哈哈，我是败类中的败类，你别笑。